最近是过泰国的新年嘛，所以今天就特别一点，我就租了一些泰式的服装，现在就出发。今天我们干什么？要等待一下哦。Later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到了这里。查到，哒哒。等等，我看看。在等奶奶姐。来了，好可爱。好羡慕你。哇，小九，这里很黑呀、啊，这好好看啊！你看，哇，好看。那我们进来了，有点害羞。我只有想吃的是木瓜沙拉，我也会做木瓜沙拉。米饭吗？米饭。你要吗？因为没人做米饭。没关系。米饭不要，要一份。你喝什么？还有什么吗？喝什么吗？有椰子水。椰汁。这个是不是一个那个香蕉还有草莓的 smoothie？二也要。要命。翻倍。今天有点要榴莲冰淇淋，椰子奶冰淇淋，椰子奶糕，这是可隆退这么说的，然后还有那个芒果糯米饭。我特别喜欢吃这个，可隆退。我现在也很喜欢。对。本来，我们那个总干，新年我们需要去泼水的。不是需要，但是文化，我们每个人就是那种一整年会每个人都等待这个时刻，这个时刻，对，因为什么都不用想，然后就天天玩着。但是我们放假好像3-4天，对，有一些地方是5天放假。对，哇，不管他了。木瓜沙拉，谢谢，来大家，先不用吃零食。我努力啊，努力啊，努力啊，努力！哇，那个汤直接分6碗。开水很开心的，直接拿一次上两次。Get feel 的，拿得出来。100%，100%，100%，100%，那么 have good 的，对。来介绍一下饭，你来，你来，我来了甜品。太行了 ，Patrick， yes， 弟弟。请说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有这个冬阴功。冬阴功要说的标准好吗？我觉得我们说的很标准。冬阴功，冬阴，你说什么功？冬阴功就是吃冬阴功。来，我们一起来，你怎么说你的 accent？ 冬阴功。为什么？好可怕哦！为什么讲这个？标准。冬阴。德国有吗？不行不行，为什么？叫冬阴功，冬阴功，对，要短短短，短短短，就是冬阴功，冬阴功，冬阴功。对了，然后这个，哎，是什么？这个是贝盖泰哥，贝盖泰哥。然后还有松丹，是，松丹，哎，不傻，松丹，对了。这个现在我们就点对吧？这个是 Number Proud，Number Proud， 开始吧，大家。他带的语音就是口音，是带了3个语言：英文，然后德语，还四个中文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这就。饮什么？饮什么？现在功能还没发。你们刚才讲的。是、啊，哎，怎么？哎，滚！哎，我已经吃了啊！你吃啊？对不起。没事，回见，回见，回见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可以啊，你这真可以啊！我就说了，就是这点点就可以。真不错啊、哦，真的。
虽然泰国没有这个 radish， 我想哭了。嗯，真的。我今天衣服就是很看我那种感觉。我觉得主要是拍拍照吧。2 hours later， 已经吃完了，吃光了。没有什么的，没有什么，太好吃了，木瓜沙拉真太好吃了，对，很好吃，太好吃，他困了，吃的太好吃。对，然后一会儿我们要去哪儿？要去哪儿？花鸟市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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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见，拜拜。的颜色的那个东西，这个是核桃，核嘴，对，盘核桃。那里面的会大的那个，这个可以吃啊？什么东西？这可以吃？Happy day。这个不开呀、啊，不开呀、啊。这是什么呀、哦、？Kite， 是不是？别 kite， 它要飞。对，是 kite。劲儿啊，劲儿，劲儿。在泰国也有这种地方。对对，大部分的东西就是那种中国传统风格的东西。是的。是我串儿的，做一个缓坐视频。那就这个地方吧。我觉得在这里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也觉得这样好。闻到这里。对啊，这个吸取这个，这个真的，真的，真的真的会掉的。啊，好像那个木兰。今天拍吗？你要不要一样的这个角度？走一走。我们上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就是手链，手链，手串儿。对，这里好像一个泰国的地方叫扎都扎，扎都扎，扎都扎。开的，嗯。六十号。耶，老哥，你好，老弟弟，是吗？哇，爸爸是爹啊。画儿，画儿，画儿，什么画儿？对的。OK。喝一杯。开灯。
太近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差不多了，所以今天就一起说那个三二一，祝三万送干他。Please be my friend for life. Please by my side.